的情况，事实上他付出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这种时间精力对他来说不是说花多少时间去做这个，而是他一直想要怎么样经由这样的跨界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对他来说新的一种创作的一种作品。那所以这个作品其实简单来说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说大家在我的右手边看到的，就是展望展览师根据 MVRDV 所创造出来的24个对未来城市想象的元素，所以然后经由那个中国山林的赵元林的原理所堆积出来的一个作品，然后叫做假山叠屋。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思，就在我的左手边就这边有另外一套，事实上是根据于同样的元素，但是是缩小比例的一套建筑积木。那这一套的积木的事实上是当初那个展望展老师非常强调的，也是他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也算是这是作品当中的一部分。因为我右手边这个作品对展老师来说，就是说他心目中的对未来城市一种想象，对未来城市一种乌托邦的寄情，因为他生长在中国。一个城市变化非常快的地方，他有很多的感觉，他觉得跟那个，然后所以他希望借由这样的计划来展现出来他对未来城市的想象。那在左手边这套积木呢，事实上是他觉得是说，当你用收藏了这份作品的时候，你也可以创造出经过堆积这套积木，你也可以创造出你自己心中的未来城市的想象。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一套积木事实上很高兴也经过了墨池的那个协调，我们请了台湾一个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夏爱华，我们请爱华跟大家挥挥手，夏老师，对，他为了这个作品呢，他帮我们那个就等于是应该是等一下也许他可以那就是他帮我们的上了漆，然后是所以让这套的那个作品呢呈现了非常好的质感。然后最后我想要说的是说我们昨天这几天我们在台北呢有很多的记者访问我们就在聊说事实上这一次的作品事实上对展望来说是一个意外，很有意思的是说他就是朦朦胧胧的就被我们蒙了，然后就生出了这样的孩子。但是就像我们在开玩笑是说，如果你每次想要生孩子的时候你就计算很多，包括你要怎么他的教育的问题，他的财力问题的话，你永远都不敢生。那这个虽然是一个开玩笑的话，但是大家都知道展望展老师的他事实上他的作品，从他作品可以体现到他对于每个质量精工的一种要求，所以这种意外对他来说是一种美丽的意外。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谢谢杨博士。谢谢各位嘉宾、老朋友，还有帽子、杨新一。其实杨新一刚才已经非常精彩的这个把这个作品都给介绍了，那我现在只能是补充两点。其实我现在想想，我挺佩服这个帽子跟那个杨新一他们怎么这么大胆，因为一开始只是让我做一下这个顾问，但是就像刚才杨新一讲的，这个越陷越深，越陷越深，他们就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东西。总之，投入这么大的资金、时间，就让我们非要弄出一东西来，而且这些东西还是做了100件，是吧？其实我自己都从来不敢这么做事儿，这的确是很大胆的一个行为，这一点我倒是蛮佩服。但对于我自己来讲呢，因为毕竟搞艺术这么多年了，也有很多的想法，特别想在一些城市啊或者建筑上实现，但平常也没这机会。所以当时杨新他们找我的时候，我也是想兴许能够跟建筑师有一点火花能够碰撞出来，所以就一直的就跟着他们就往下走。那么今天这个向大家展示的这个结局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我们未来想象的一个建筑的模型，它是一个模型的概念，但这个模型它做的比较精致，工艺各方面它已经完全是当一个艺术品来制作，所以这个很模糊的这个跨界的这个交界点，实际上有时候是不能够用语言完全把它讲清楚。那我想说的这个我的创作理念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把
积木这个概念用到建筑上，这个其实是我们从很小儿时的一种体会，就小孩都喜欢玩积木。为什么喜欢玩积木呢？因为你只有在玩积木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你在掌控这个世界，而不是世界在掌控你。这样的话，你会有一种自由的感觉。所以我把这个理念用到建筑上。我也不太清，我不是建筑专业的，我没有研究过，就是说建筑史上是不是有人已经这么干过，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但我是觉得，这个积木跟我用的石块这种自由组合，这个好像还都有一种很自然而然的联系。但是这种你掌控了世界以后，这种自由呢，又不是说你任意的把你的欲望这个膨胀，那么它还是在一个相对的一个规范里面。那什么规范呢？那我个人认为一种对自然的理解，就东方人自古以来就有对大自然的那种敬佩也好，是谦卑也好。因为我们认为人都是不能超越自然，其实自然永远比我们强大，所以对于自然的这种认识和你把积木的这种自由把它结合起来，等于是你又有自由，你又同时这自由又是有一定的参照系统，它不是那种无限的那种自由。那么做成这个不锈钢这个材料，实际上我的想法是把这种很人工的、很工业化的这种文明、这种东西，让它回归到自然本身。那么这样的一种完美的东西的结合，我想就是我们的一种乌托邦的想法和艺术家的一种梦想。这个 MVRDV 他们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建筑事务所，很年轻，所以我也挺佩服他们的敢想敢干。所以觉得这次合作还是挺开心的。另外呢，貌似准备了很多的开幕啊、酒会啊，请那么多人朋友过来，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另外一个就是台北呢，我是经常过来，因为大家知道我的太太是台湾人，所以对台北有一种，我比一般大陆人，我想不光是了解啊，那个亲近，那种熟悉的感觉。我记得我在北京曾经找过一个台湾人帮我做导演，就是我拍了一个东西帮我做导演，后来那个导演跟我接触了大概也就一天时间，然后导演又找别的台湾人一起来合作，他跟那个台湾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艺术家的太太是台湾人，他对台湾很了解，那意思就是你不用多说别的了，他对我们的这个习性各方面都非常了解，就是不像一般大陆人了。我当时听到这个话，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很准确的这个表述了我的一个在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一个状况。当然这种了解也是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一个结局。我想我就说这些吧。好，谢谢，谢谢。是不是请陈老师？我想，因为今天呢，非常多的贵宾都询问到说，为什么这个作品要叫假山蝶屋？是不是请老师来解释一下？我给昨天解释过，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首先，假山肯定是跟我的作品有关系。那么，假山蝶屋呢？这四个字实际上，我觉得也有一个功臣，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就是杨新一。我跟他一起策展人，我跟他一起探讨这个题目的时候，应该说是一种碰撞的结果，这个不是说一个人可以闷在屋里想出来。那么蝶屋，我觉得这个屋子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叫一语双关，但是这个屋字呢是一语三关，就这屋子它作为同音字，它涵盖了三个意思。首先，那个船屋的屋，它指的是水上的一种建筑，因为这个山水有山必有水，我想象的我的建筑将来如果是做大，它应该是在水上，下面应该是水，中间可以走船，所以它有一种屋的感觉。那同时叠这些小房子都是屋嘛，都是房间，叠屋把这房间都给叠落起来，
跟那个 MVRDV 的这个垂直村落是吧，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还有第三个意思，就是乌有缘。我在北京的公司就叫乌有缘，我自己给起的。乌有缘就是一种乌托邦的意思，是一种想象中的最美好的东西。所以叠屋也有点像在架构我们的想象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假山叠屋的屋字有三个解释，这也是我自己比较满意这件作品的题目的原因。谢谢大家，再次掌声谢谢展老师。那我们也请展老师留步一下啊，因为其实今天这个展览啊花了很多的时间，那我们也特地把这样的一个展览呢集结成册，所以借这个机会，我们是不是请展老师来帮我们这一次这个展览的画册可以签个名？好，那我们请子边象征性的千本的这样子展览的画册，但是签名的只有50份而已，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再次掌声，谢谢展老师，谢谢。那我们今天这个展览呢，谢谢。今天这个展览呢，展览的会场上面也跟大家导览一下，从前面 Alpha Message 到我们策展论述，那这边呢是 MVRDV 的介绍以及展老师的介绍，然后到这边的这个地方，刚刚有特别提到这边这个积木是一个非常特别，就是展老师的作品的缩小版，然后邀请的是台湾的艺术家夏爱华夏老师他来所创作的。所以今天呢现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呢，大家可以询问每个工作人员为您导览，希望可以每一位来宾呢都可以很了解这个已经酝酿了非常久而成功的这样子一个展览。那今天在这里有准备了一些小酒还有小点心，希望每个来宾在这个晚上都可以能够很愉快很值得，谢谢大家。